快点呗。我的鞋。得快点，这边有个活动的，赶时间。我还没飞机。我走的前两天没睡几呢。前两天五点多钟。那有事儿给您切呀。批评啊。开始导航，左转。再需要一个多小时了。700米后右转。早早的上班还嗯，啊，现在是7点多一点，按约定是8点，现在有点早。先今儿俩先去吃点早餐。说的是今儿个有个活动，下午5点。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